菜啊你！真的妈的！这样夺魂剧拿瑞士球刀，看到这个电灯。对啊，我们 HTC 就是这样，然后还可以你按一下，拜托。哦，有包覆哎，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就会越来越亮，还有扩音哦。那有分等级。喂，这等一下，这条线是这样子拉的吗？哎、欸，这不会暖啊！嗨，现在录影吗？嗨、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矿工。太暗了，暗了，暗了。欢迎你。太暗了，我试试看，我试试看能不能。我是矿工星星耶。拿下小黑。中正大学，我爱你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识他。哦、小黑还有一个东西帮我拿一下，危险就是啦。对，我骑一下、啊。对不起。你要这样拉、啊？不可能啊，你拉不动啦、啊。不可能啊。你有极限这么，你至少要让它能滑滑下去。啊，你第二次没办法用脚踩哦。那你刚按喇叭说太小。你弄好了。所以离合器一放掉就不能就滑起来。就哎、欸。有点亮了。趁机跟芊芊拍照，刚拍得到快点。好，我在录影呢、啊。